即马要来读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二十二节。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二十二节。罪恶的人拢着仰望我，就要得救，因为我是上帝，阁无有别神。因为我是上帝，阁无有别个。罪恶的人拢着仰望我来得着救，因为我是上帝，无阁有别个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，就必得救，因为我是神，再没有别神。所以今天咱伫遮，咱要来仰望咱的上帝。这个圣经节就是司布真伫二十五岁的时阵，伊是伫一个真虔诚的家庭内面大汉。但是伫二十五岁时阵，伊心内伊家己看到讲家己内面有真多的罪，伊真无盼望。有一天，伊行到一个真细间的拜堂，因为老细伊无去家己的教会，去一间真细间的拜堂。迄、那个牧师无来，但是迄当中有一个人。就是可能是内面的执事，因为迄个人是一个开门的人吼，伊迄个人就上台，伊就读这则圣经，讲罪恶的人拢着仰望我，就要得救，因为我是上帝，阁无有阁无有别个。伊当伊听到这个话的时阵，伊的心全规个拢开去，伊讲对啊，我这么无盼望，我这么。这么感觉自己说真没办法的时候，他来仰望上帝，当那当中他就重生得救。所以这个圣经就是，来我再来读一遍，罪恶的人都要仰望我来得到救，因为我是上帝，无阁有别个。这个上帝是创造咱天地的主宰，咱即阵咱站起来，咱斗阵来学落伊，好无？除了伊以外，拢无别个上帝。真主上帝做天地，真主上帝做天地，月光月暗无人话，暝长做伊伊长暝，是只晚暝红露。圣经节，头一节，头一节圣经节，伫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吼，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他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既爱世上一切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所以上帝耶稣听咱是听到底，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，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。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所以上帝救咱是要救到底。哥林多前书一章第八节，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，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。这是圣经里面上帝的应允，他要听咱听到底，他要救咱救到底，他也要坚固咱到底，这是咱的需要。
其实哦，其实我是不瞒讲那个，闭上你的眼睛，然后来思想这三段圣经节，你相信吗？你相信真的耶稣爱你爱到底吗？你相信他会救你救到底吗？你相信他会坚固你到底吗？这是他的应许，他的应许，神亲口应许，他就亲手成就。你相信吗？如果你相信的话，那么你现在心里应该有他的平安跟喜乐，因为知道你的得救不是靠你自己努力做什么，而是他来救，因为他爱你到底。你会软弱，会失败，可是他会坚固你到底，因为他是信实的，他的话说话算数，你相信吗？如果你还没有全信，你跟主说，主啊，我在哪一节圣经上我还不是全然相信，你让我来经历你的真实，那我相信神可以在你的生命里面动工，让你知道他的话句句都是真实的，而且你可以经历到。主，你把信心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相信你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没有改变的神，你的应许句句都是真的，你从来没有改变，是我们变了，我们的信心变小了，我们变不信了。主啊，你永远是那么大，无限的大，但是在我们的心中的你，每一个人却是不一样的。当我们的信心有多大，你就多大；当我们的信心多小，我们就限制了你，你就不能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什么。求你赦免我们，赦免我们常常并没有把你当神，并没有把你的话当真，所以我们里面的神很小。求你赦免我们。主，这时候因为你是信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，求你把这个信心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信你大如天，让你在我们的里面也有那么大的力量。主啊，愿我们经历到因信就得着你所应许的一切。主啊，我们要来相信你，我们相信你的应许，相信你的爱，相信你的真实，相信你的智慧完全，相信你的能力，相信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相信你的牺牲，你的救赎，你流宝血，你为我们复活，我们相信，我们相信。愿你这时候把这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。是的，你说我们有缺乏的来到你面前，你是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你就要把我们所需要的赐给我们。这是我们向你求，求信心。主，求你把你的信心给我们，让我们来经历你，就知道你是真有活的神。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，我们相信你。这时候我们要来唱这首歌，叫《我相信》。我相信，我相信你的应许，相信你的爱。我们用有把握的声音来唱，来宣告：我相信，就算一切都改变了，主，我还是相信你，因为你不会变。我相信。所以我来，我要爱。
这就是我们的祷告。我们相信你，虽然我们信心软弱，但是主，我们相信你，求你加添我们信心，让我们经历到你。我们的主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的神，我们在哪里他都知道，你想躲避他也躲不了。在诗篇139篇里面说，我们就是到海极、到天边、到阴间，主还是一样在那里。在第十节，诗篇139篇第十节说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臂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神的手在扶持你，不管你在哪里。或许你是因着你的罪落在一个很悲惨的情况、很痛苦的情况，挣脱不出来，但是你知道吗？神不会放手，在就是在那里，他的手臂引导你，他的右手也必扶持你。这让我想到那一首诗歌，我们台语诗歌里面很以前小时候我们常唱的歌，就是当我的信心不安定不定的时候，神必牵我手。今天咱的信心无定，咱的痛心冷淡，上帝耶稣要提牵咱的手，因为伊看咱做宝贝，伊要甲咱行到路尾，伊要牵我手。新的一年，让我来你的殿中敬拜。我知这世界一切拢是你所创造的。冬天过去，春天来，祝我中间有年纪渐渐长大，但是看见着伊啊，也出世伫我中间。祝这世间一切变化，拢伫祝你的手中。祝你是无言辞。无故事的上帝，愿在一切拢伫你的恩惠保守中间，你有你好的旨意，伊要来引带你的子儿。主啊，伫遮甲你恳求，当阮心中有困难，当阮家庭有欢喜，主啊，阮拢通知，
你伫这一切中间。所以当阮即马人有人患病，有人找头路，有人伫各样的苦难中间的时，阮通知，这一切主你拢要保守阮，渐渐来赢过。主啊，你是即款的上帝，有时你毋是去大风大浪中间来做奇妙一事的上帝，有时是去日常生活中间，你去安静，伫阮心思意念，伫阮的祈祷，伫阮的默想中间，主你来做迄种款真内心的工作。主，我知你知影阮的需要，当我今来你面前的时候，我要向你来祈祷，我也要向你来祈求。你知影阮心中，阮要向主求的是甚物？主，主你的圣灵照着阮的需要来分配予阮，你要予阮的稳定。伫这个新的一年，我看见着主，你要怎样引带我？我无要行去别个道路，只有要行去主你予我的道路。因为伫主的道路，就是我一生真正的愿望。主啊，你帮助我，听我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谢谢。